看一下第三题。第三，在某个介质的周期波哈如下，假设甲乙两个相距40公分，那波源做一次完整的振动需要4秒哈。甲乙这个应该是告诉我们波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个甲到乙有几个波呢？波峰到波峰，这叫什么？一个波嘛，叫做一个浪打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有几个波？一个波哈。那多长呢？就是40公分，好，刚好完全符合波长定义，好，所以40公分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同学，甲到乙需要几秒？这一个波，对不对？他说做一个完整的振动，什么叫做做一次完整的振动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一次完整振动？就是做一个完整的波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全波要多久？4秒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们什么资讯？这其实在讲什么？讲周期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次4秒，所以周期就是多少呢？4秒。好，甲到乙需要4秒，那周期就是几秒呢？4嘛，因为这是一个波嘛，所以这两个都是4，对吗？好，一个完整的波要4秒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那么频率多少呢？1/4，就导数1/4，1/4。你可以写小数，也可以写最简单的数，好，1/4。好，那波数多少呢？波数我们可以代公式，对不对？好 ，V 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代另外一个好了 ，F 乘以什么？浪打。F 浪打。F 多少呢？1/4。浪打多少呢？40，对不对？40。所以等于多少呢？十，每秒10公分。好，所以这是10。好，第五题有点奇怪哦。什么叫频率加倍？就把频率乘以2，对不对？频率乘以2，周期会变多少呢？就变几秒？没有，频率变成加倍，频率加倍就是变成1/2，对不对？1/4乘以2等于多少？1/2，那周期就变多少？就导数就变2，2秒，2秒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频率加倍呢，周期会变短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波长会变什么呢？波长会变长还变短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同一个介质波数不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是多少？10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周期是2，那乘起来等于10。好，所以这个波长变多少？我这边保险把它擦掉哈。我们这样来写哈 ，V 等于 T 分之浪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现在的 T 变多少了？变2，对不对？浪打变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 V 还是怎么样？同一个介质不是不变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是等于10嘛，对不对？那浪打变多少？20，所以波长变20了，好，加倍，可是波长会变短，知道吗？就刚刚我示范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子慢慢甩，跟很快甩，好，很快甩的话，波长会变短，对不对？虽然频率变多，可是波长反而变短。波数要不要算呢？不用，就是原本的波数就是10，可以吗？波数不用算，因为有波变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就是关于例题3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题4的部分。好，看一下例题4，这边手持两个不一样的绳波，产生甲乙两个波。同学，这两条绳子是怎么样？不一样的，不同的绳子，所以波数会不会一样？你不要觉得反正一样就一样，不对，这是波数会不一样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甲的周期，甲的周期是多少？甲有几个波？甲有几个波？一个波，对不对？一个波是1秒钟，所以周期多少？一，好，这是一次多久嘛？就是周期，多久一次？好，那乙的频率多少呢？1秒钟做了几下？2下，对不对？所以频率多少？每秒几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几下？1秒钟做2次，所以频率就是2，对不对？是2，可以吗？频率是2，1秒钟做2下，每秒几次就是频率的定义。好，第三个波数比要怎么算？先算 V 甲的波数好。甲的波数怎么算？甲是周期，那我们就用周期跟波长去相除嘛，对不对 ？V 等于
T 除以 lambda， 好 ，lambda 是一公尺 ，T 是多少呢？一秒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于多少？一。那么乙呢？乙我们可以用 F lambda 去算，对哈？乙 V 等于 F 乘以 lambda，F 是二嘛，对不对？我把乙的二带进去，波长多少呢？一秒钟，这是一公尺，对，一公尺有两个波，那一个波有多长？ 0.5， 它的波长是 0.5， 对不对？所以乘以 0.5 等于多少呢？一。所以这题波数比多少呢？一比一，哦，好，所以它们两个是一样的速度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